尽这城寨，全无日光，可光照如何理解？光明界没有光明，就像城内的光景，漆黑无人生迷途。九龙城寨另一个名称叫做黑暗。当年满清政府割让了香港和九龙半岛给英国政府的时候，其中九龙城寨交由中国政府管治，继续奉行大清律例。后来在香港的英国商人不满意这个政策，于是单方面撤销了满清政府在九龙城寨的特权。但后来九龙城寨的满清官员去世，两国的政府呢都没有再派官员接任官职了，所以九龙城寨从此就沦为一个三不管的地方。这城寨似一个黑暗迷宫，流民和妓女一生仿似长梦，大这街满是烟波，醉浓这迷惘失丧，满路穷途，谁可告诉心声也会期望黑暗的尽头是光明，因为黑暗可以增加，但是光明呢就可以不断地增加。这么多年来，曾经有很多人尝试过带光明入去黑暗的地方，而其中一个人，他来九龙城寨的时候他只有二十几岁，他身上面什么都没有，亦都冇受过正式嘅神学训练同埋装备。你可能好想知道，咁佢咩都冇，佢到底仲有啲咩呢？我好希望你睇完佢嘅故事之后，你就会知道。时间系1966年嘅香港。地点是入境处的大堂，而我们故事的主角，他的名字叫做 Jackie Pullinger。 Next please。 Hello、oh, I'm actually here in Hong Kong。 这边啊，过来啦。Thank you. Where will you be staying? Oh, well, I don't have a home yet. Any friends? No, I don't have any friends yet either. Do you have a job? No, I don't actually have any work yet. 香港一个朋友都冇，又未揾到嘢做，你九成过嚟做妓女啦。What? 你咪我唔知啊！而家啲美国士兵全部越南过嚟香港玩。打仗打到闷咯，你过嚟搞嘢咯。搞嘢？仲扮嘢？我问你啊，究竟系咪过嚟做妓女啊？妓女啊 ？Chicken 啊 ？Oh，chicken. Well, I do like to eat chicken, but I'm not very hungry right now. 玩嘢嘛 ？How much money do you have with you?$100. 得个$100，你知唔知香港啲嘢几贵啊？哎，你同我企嗰边，喂，我发啲啊，高高高啦，高啊，高啊，高啊，简直离晒谱啊！条友都唔知自己做乜。到底 Jackie 知唔知自己做紧啲咩咧？如果真系要答呢条问题嘅话咧，咁就要由佢细细个开始讲起啦。不过我谂头先佢哋讲英文。好似咪人都識聽喎，嗱，大家唔使緊張，
跟住落嚟嘅故事咧，我哋会用翻广东话嘅。我记得我同我家姐细细个嗰阵，我哋就已经开始翻主日学。有一日啦，有一个宣教士嚟同我哋上堂。各位小朋友，你哋好啊！姐姐你好，咁开心，不如我哋拍下手仔啊！ Yeah. 我想问你第一个问题，神有冇叫你哋去宣教啊？有。哇！点解啊 ，Jackie？因为信耶稣可以上天堂，唔信耶稣就冇得上天堂。咁你第时系咪会做宣教士？系啊，我会做宣教士。哇！但系知唔知宣教士系啲咩嚟噶？我唔知嘅。哇哇哇！虽然我唔知咩系宣教士，不过我嘅印象中嘅宣教士就系一个人坐向一个非洲嘅某屋面前啊！我要将耶稣嘅爱带俾佢哋。哇！跟住我会好似一个女王咁被人尊崇。不过好快脆，我就好后悔。原因就系、是，哇！咩啊 ？Jackie 啊，想做宣教士啊！喂 ，Jack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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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唉。所以每次我捣蛋嘅时候，佢哋就会话：哦 ，Jackie， 乜宣教士仲埋啲咁嘅嘢噶？真系冇得救啊！冇得救啊！真系冇得救啊！冇得救啊！冇得救啊！唔系啊嘛！你哋听我讲啊，我已经得救嘅。所以后嚟我就醒目。当人哋追问我，我将佢嘅志愿想做乜嗰阵，我咪咁样答佢咯。Jackie， 啊系，你第时想做啲咩啊？我想成为全世界最出色嘅指挥家。大声啲！Jackie， 咩事啊？俾翻支波板糖我先啦。哦，仲有啊，我要成为马戏团嘅首席空中飞人。各位先生女士，欢迎大家来到欣赏本马戏团的首席女空中飞人表演。现在她将会爬上一个350尺的高台，她将会飞越三个火圈、五架私家车和70架电单车。请大家给热烈掌声我们的 Jackie。 喂，怎么熄晒灯的？开快点灯啦！表演完毕，请鼓掌。仲有啊，我要成为第一个成功登上珠穆朗玛峰嘅女人。哇！睇唔到啦 ，Jackie 啊，你喺边啊 ？Jackie，Jackie， 喂，我喺度啦。你喺度做咩啊？食面咯。咁你哋觉得点啊？乜你唔系想做宣教士咩？
啊，我記得啦，你就嗰冇得救嘅宣教士嘛。真係冇得救啊！冇得救啦！真係冇得救！真係冇得救啊！冇得救啊！冇救啊！你哋聽我講啊，我已經得救噶。嚇？嚇 ？Jackie， 上帝，你揾我咩事啊？審判已經開始，你睇下你一生人所做嘅壞事。啊！原來我已經做咗咁多壞事啊 ！Jackie， 你又睇下你一生人所做嘅好事。啊！太好啦！原來我都有咁多好事嘅。等等。呢、這个先真啊！唔系啊嘛，老友睇开啲啦。虽然呢个只系我幻想出嚟嘅，但系有时候都会惊。所以过咗好多年之后，我知道自己搞错咗，原来耶稣系愿意赦免我嘅罪，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好认真咁样做一个宣教士。我一定会做一个宣教士。喂 ，Jackie， 坐啊。你系咪要啫？咁你系咪有啊？你系咪真系要先？咁你系咪真系有先得嘅？我啊，梗系有啦。咁我咪梗系要啦。喂，咪住咩呀？嗰边人望住啊！系喎，咁你去嗰边食啦。你话点就点啦，报宴宣教士。系咪估唔到佢会做啲咁嘅嘢咧？不过咁样更加好啦，因为证明咗一样嘢 ，Jackie 只不过系一个好普通嘅人。冇几耐，佢就入咗皇家音乐学院，修读钢琴同埋双簧管。毕咗业之后咧，仲做埋音乐老师添。时间一日一日咁样过，终于有一晚，佢发咗一个梦。我望见全家人都企响客厅里面，围住餐台上面有一幅地图。我近近地一睇，我见到一个粉红色国家，上面写住两个字：香港。Jackie， 系 Simon， 坐啊。Jackie， 你年纪太小了，以我所知，差会是不会接纳25岁以下的人做宣教士的，不如你回去等多几年先啦。啊，冇时间啦！如果听日已经是世界末日，咁到时点算啊？嗱，你呢个问题已经牵涉到神学研究里面嗰个末世论。关于末世论，我个人嗰个见解就是你等等，我真的唔可以快啲。我真的不可以快点去咩？有好多人等紧，他们很想信耶稣。嗱，这个世界真的很多人未信耶稣，主要他们是等紧呢？这个牵涉到神学研究里面那个预定论。关于预定论，我个人的见解就是。喂，等等，真的没有其他方法咩？你回去好好咁祈祷，神一定会带你一笪合适的地方的。嗱，我唔介意我系咪自己叫做宣教士。如果我唔系宣教士，咁系咪可以早啲去？你唔系宣教士，你系咩啊？我系基督徒。你系基督徒咪留喺度咯，你系宣教士咪可以去咯。点解？咩点解啊？点解净系宣教士先至可以去第二度传福音，基督徒就要留喺度？因为你是宣教士，你去其他地方，那就叫宣教。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去其他地方，
咁就叫旅行。你明唔明白啊？我唔係好明白啊。願主祝福你。啊、願主祝福你。Simon。願主祝福你。Simon。Jackie 好失望，佢覺得自己好似誤解咗個夢。於是佢唯一可以做嘅就係祈禱同埋等候啦。直至到有一日，佢遇到 Richard Thompson。Hi Jackie。Oh, hi Richard。Hi。Jackie， 你嘅情況咧，我都好清楚。如果咧你覺得係神叫你去嘅，你都係快啲去。快啲去？即係點去？如果啊，你已經有工作、有車飛船飛、有宿舍、有醫療保險，你咩都有，咁耶穌都唔使幫你啦。嚇？咁我應該點做啊？如果我是你呢，我就会买一张船飞去到最远的，然后上船，跟着祈祷，求神呢给我一个啱的地方落船咯。啊？但是这样做合不合圣经教导？可以合，可以不合啦。为什么？阿伯拉罕呢被神呢呼召他离开家乡的时候，他都不知道自己去哪里，那这些就合咯。嗯，咁唔合啦？唔合咧，就系唔合咯。啊？可唔可以举例？大把啦，你翻屋企睇圣经啊。咩？但如果呢个决定唔系耶稣中意嘅，咁会点啊？耶稣会阻止你噶嘛？嗱，如果你去咗，到最终你只系为一个水手传福音，然之后就翻嚟英国都可以好好噶。You know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我問你啊，究竟知唔知你喺香港做乜啊 ？Yes, I do。咦，又是你啊！嗱，你而家同我聽住，而家唔批准你入境，我要你即刻翻英國。What? Go home 啊，行啦，走走走走走。No, wait. I do know someone. I do. Look. I have a picture. He works as a policeman.哦，原来真系识得人做差佬嘅，好嘢啊！有差佬撑，咁啊唔同啊。This way, please. Be careful, be careful. Welcome to Hong Kong.
全部费功夫。莫奇妙，吵闹的音乐。大家好，新赛季，安怎看我袂爽是不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一日，那一日是我第一次踏入九龙城，我还记得那里四周围都是非法经营的牙医，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吃牛肉的店铺，赌档、笑癫演员、照妓和吸毒的地方。在一得咁小的地方住了大概30,000人，你抬头一望就见到四周围都是大康变成，好像一个巨大的蜘蛛网咁。我到了今日都还记得那阵味，住在那里的人尽所有饭送分便垃圾就感到在街上，而珠香里面的人全部都只是不绝望。在城寨里面你连一个希望都找不到，是一个都找不到。就是这样 ,Jackie 就来了香港，而且透过董师母的协助之下，他终于入到来九龙城寨。小心啊 ,Jackie。好啊。哇，慢慢。这里逼一点，远远冒低。这样的话。是。看着个头啊。OK。真的很特别啊，行不行？行行行，哎呀，老鼠啊！哦，老鼠，很平常的。哦，我们下去吧。OK，小心。哦，要这样啊？是，慢慢来。小心那里。什么来？狗屎。你咩滴紧啊？咩啊？啊，嗰啲系料嚟嘅。喂，一只渣你，你真系向九龙城寨入面有间学校同小礼堂咩？其实咧，只系几间房用嚟做班房啫。学校分为上下五校，而家大概有几百个学生啊。几百个学生，哇，真系好多啊！请等等，咩？点解？劈友！阿伯，你冇事啊嘛？行啦，劈友啊！唔使惊。好平常嘅啫，好平常。唉，唔好意思，头先我哋讲到边啊？我哋学校有几百个学生。哦，真系好多、哦。我希望咧，你有兴趣向呢度做老师。我一定有。真系太好啦！喂，我哋行先。请等等，点解？听啊！又系。
使驚，好平常嘅咋，好平常嘅。唔好意思，我哋頭先講到邊？你有興趣做老師？哦，係啊，係啊。應該冇問題啊，我可以幫助教英文啦、音樂同埋敲擊樂，真係太好啊！好，我哋行啦。好好好。喂，劈友啊！哦，呢啲唔係叫劈友。哦，咁都唔叫劈友啊？而家同頭先嗰兩次係唔同嘅。哦，有啲咩唔同啊？今次咧，佢哋咧係向住我哋兩個爪緊買你啊。係啊，所以咧。唔係叫朋友哦，咁應該叫咩啊？叫救命！救命！我曾召你走进这城寨，全无日光可光照，每行每街光明街没有光明，就像城内的光景漆黑满布，人心迷途。就是这样呢， Jackie 就留在城寨里面。没多久， Jackie 开始觉得是时候要做一些最重要的事了。今天一定好好开心的。你做什么啊？耶稣爱你。我也不是耶稣啊，你不看到这些东西。走啦，弟弟，走！耶稣爱你。咩医生同你讲？你有啲咩同我讲啊？嗰个人，我系嗰个人嘅细佬嚟嘅。你系佢嘅细佬？哦，咁点啊？我都唔信耶稣，佢走啦，滚啦！喂，耶稣爱你。我唔得啊！我又烂赌，又劈酒，又追龙，仲叫鸡添啊！你只要你肯相信耶稣，佢会帮你。帮咩啊？帮叫鸡啊！我信咗耶稣之后，就乜嘢都唔做得。到时真啲点算啊？走啊，鬼妹！喂，先生，耶稣爱你，先生。唉，你搞咩啊？耶稣爱你。唉，我唔得噶，我烂赌又劈酒，又追龙又叫鸡。但系只要你肯相信耶稣，佢一定可以帮你。帮我咩啊？帮我叫鸡啊！我信咗耶稣之后，乜都唔做得，到时都唔知点算啊！唉，冇咁讲啊，俾翻间屋我先啦。间屋？张纸皮啊！哦，唉。阻住阿叔瞓觉，喂，得唔使讲？你又知我想讲咩啊？我唔得噶，我又烂赌，又劈酒，又追龙，又叫鸡。喂，咪住，点解你哋讲嘅嘢又冇一样？因为我哋呢度个个人都系咁噶啦，你走啦，上啊！一号，上啊！一号，上啊！顶！喂，先生，你喺度想咩啊？关你叉事啊！耶稣爱你。我都唔识字，点信耶稣啫？不过信耶稣唔使一定识字啊嘛。唔系啊嘛，攞嚟啊！你哋嗰本黑妈妈嘅书，成本电话簿咁厚，你唔好烦我，你走啦、啊。吐。先生，咩料啊？
耶稣爱你。佢哋喺边啊？你翻喂喂，翻嚟啊，先生！你讲嘢不？先生，我停停。你放过我啦，我唔会信耶稣噶。唔好怪我啦。我真系唔会信耶稣噶。点解？我冇钱。但系信耶稣唔使钱。你唔好老点我啦！你估我唔知啊？信咗耶稣之后，要挤啲钱落个红色袋仔嗰度，你当我流噶？唔系啊！如果你冇钱，你唔使一定奉献啊嘛。姐姐仔，我冇钱买皮鞋啊！你明唔明啊？我唔明啊！你啲信耶稣嘅人，个个都着住皮鞋翻教堂，我咧开饭嘅钱都冇，你明啊？走啦、啊！佢黐线啊，信耶稣搭车冇钱啊！唔通真系冇人愿意信耶稣？我愿意。你讲咩话？我愿意信耶稣。你讲真嘅？梗系啦。咁你可以俾啲咩我？你需要啲咩啊？衫啊、裤啊、米啊、奶粉之类咯，俾到钱就最好啦。哦，我同你一样，我都系冇钱。你有钱，你好有钱。唔系，我真系冇钱嘅。你有钱，就算你冇啊，英国嗰啲教会有钱支持你嘛，就好似嗰啲宣教士咁。哦，唔系，你误会咗，我唔系宣教士，响英国亦都冇教会支持我。你仲扮嘢，你迟早都翻英国噶啦。我绝对唔会因为我冇钱翻英国。你冇啫，你老豆老母有噶嘛。我爸爸妈妈都系冇钱。喂，唔好理佢啊！呢、这个人黐线噶，想人信耶稣又唔俾着数人，坐喺嗰度有未？走。走啦！喂，喂，我走啊！去边啊？哎，冇啦，我走啊！咦？你仲未走？留得青山在，哪怕冇柴烧呢。啊，我自己都唔知点解唔走。咁你想？我想信耶稣。啊！哇，真系好开心啊！我想送呢个圣经送俾你。吓、啊？吓咩啊？我走先。啊！喂喂喂，你头先你话想信耶稣？我都想信耶稣啫。你俾成本圣经我，好似图书馆咁，我顶你入，走啦，揼你啦。点解会旧成咁嘅？知唔知点解佢咁憎你啊？咪因为你讲大话咯。我冇讲大话。系啊，虽然你话冇钱啊，但系如果你真系要离开呢一度嘅，梗系有你嘅方法噶。但系我哋咧，除咗跳海，我都唔知道有咩方法可以离开香港啊。我讲话离开香港啦，我哋离开咗城寨啊，都唔知道去边度好啦。啊，你啲咁嘅鬼老鬼婆啊，一离开咗城寨，乜叉都唔记得晒噶啦。我唔会唔记得你哋。你一讲就系咁讲啊，喺度住几年，良心好过啲咯，咪翻归养狗咯。我一定唔会咁样做。咁你喺英国度有冇养狗啊？O K， 有三只。咁啊系咯，唔好讲话你啊。嗰啲信耶稣嘅人啊，最中意喺度搞埋晒乜叉报道会啊！系报道会，咪乜叉报道会咯、啊？喂，山长水远由外国嚟到呢一度搞埋晒啲咁嘅嘢啊！搞完你哋又翻乡下喎、啊、吓、啊！我心谂，我顶你咩？如果我有钱可以搭飞机飞嚟飞去话，我都信耶稣啦！你都黐孖筋嘅，一日到黑话耶稣爱你啊，又话为你钉十字架喎、啊。你讲到咁叻，你上嚟听一次俾我睇下，上嚟啦！我
我叫你上嚟钉啊，冇胆啊？咁你同我收爹啦，讲到好似好明我哋咁。乜你真係以为好明我哋咩？明你个屁！多谢你。当乜差嘢姐啊，无端端。喂，真係多谢你同我讲咗啲真心说话。我会好好咁諗下。你都黐孖筋㗎。我哋听日再见啊。你悭啲啦，我已经好悭喎。啊，你真系九唔搭八嘅，啊，黐线嘅呢条友真系。一起上英文堂，上英文堂，上英文堂，我想问，我想问你哋平时点样上英文堂？哦，你讲啊。老师，其实我哋平时系咁样上堂啊。梗系咁样啦。今日咧，我就上教大家敲击乐。你哋有冇人学过啊？老师，我学过。哦，你学咗啲咩啊？玻璃樽咯。玻璃樽即系点敲嘅？哦，其实咁，首先第一系爆樽。砰！怼啊！今日咧，我就想教大家背诗。你哋有冇人学过嘅？老师，我以前学过一首诗。哇！打，你俾佢讲，你讲下。我首诗其实系咁样嘅。花呢一才才开晒佢呀，一进就二到我话三家仔又嚟。花呢一才才开晒佢呀，一进就二到我话三家仔。花，哎，哦，哎，阿西，你头先喺度做咩啊？玩嘢咯。头先喺上堂。哦，啱啱上玩夜堂啊嘛。唉，咁啦，你出年你会唔会继续读先？我下个月都唔读啦。吓？点解？搵咗你捞啦。即系做咩啊？去戏院大位咯。即系补喊杀片嗰啲？错，系艺术电影啊！我可以跟你爸爸妈妈讲，叫他们给你继续读书。废话，这份工啊，我老豆找给我的。为什么他要这样做？赚钱买啤酒给他喝咯。但是你妈妈都可以做事的嘛。他这么老，悭点啦。所以你妈妈或者年纪大，都不代表他不可以赚到钱的嘛。咁佢咁老仲做雞，又賺得幾多啊？做雞啊！但係老實講，你喺戲院嗰度做嘢都會賺好少錢。不如你繼續讀書仲好。我唔會成世做死大位嘅，一有機會咪揾喺大陸跟下咯。但係做人應該踏實啲。講得啱。所以我会由四狗仔做起，然后草鞋、八子线、红军、二路元帅一路做上去，话唔定一日仲系大个位啊，大个啊！喂喂，
大哥！你停啊停啊！大哥是边个啊？佢咪城寨最大嗰个龙头咯。入黑社会有咩好？咩啊？你话入黑社会有咩好？唉，大哥啊，大哥啦，大哥啊！够啦够啦，停啊！因为唔使见到你啊嘛。咁我哋听日再见。睇下点啦。耶稣，我现在应该怎样做？唉，因为无论我跟他们讲耶稣，又说讲道理，他们好像不是很想听一样。你曾经讲过，你说爱一个人，就好像他叫我陪他走一里路，我要陪他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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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够两里咁。其实我唔介意同佢走两里、三里、四里都得，就算跑埋马拉松都得。但系点解我好似唔够力咁？不如你话俾我知，我应该点做？过咗冇几耐 ，Jackie 认识咗一对夫妇，佢觉得呢对夫妇好特别，有一种讲唔出嘅特质。于是 Jackie 就约佢哋两夫妇见面啦。他们谈完偈之后就一起祈祷。 Jackie 一开口竟然讲了一种他从来都没有学过的方言出来，之后他还得到圣灵的能力。饱足每天，被压制者得自由，让欢笑代替忧愁，祝福已替代诅咒，我主我神，一切在你手。
得好信息，让每个都可以。这城寨似一个黑暗迷宫，流民和妓女一生仿似场梦，大正街满是烟荡，醉浓这迷惘失丧，没路穷途，谁可告诉心声冷漠，期望听到。Jackie 有接受圣灵的能力，但在香港一年里面什么都没有改变，他一样这么努力，一样这么辛苦，直至到有朋友劝他不要只是接受方言，而是要用方言为失丧的人祈祷，所以他每天都会用15分钟的时间方言祈祷的。大概一个半月之后， Jackie 遇到很多人，他一讲耶稣，他们立刻相信和得到医治。没多久， Jackie 在城寨里面认识的青少年和小孩子越来越多，他开始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就是在城寨里面开第一间的青年中心。这个就在这边了、yeah. 好、oh.
啱啱好，唔该晒。好，就系咁多啦。好，咁我哋走先啦。OK， 好，拜拜，拜。喂，送俾你噶。咩歌？死咗啦！点解好惊啊？咦，我哋仲未走咩？啊，我睇下你顶得几耐。唉，你走啦！我哋呢度冇得救啊！啲人，你应该帮你啲乖学生入去。阿冰，你饮唔饮水啊？饮你条命啊！你又帮我哋搵学校，搵埋嘢做，有差用咩？我哋呢度冇人会读书，冇人会做嘢噶。啊，你喺度搞埋晒咁嘅烂鬼青年中心啊！我哋呢度冇人会感激你噶，你系咪发鸡盲噶？我哋呢度冇人会变噶。明啦，八婆。我之所以咁样对你哋，系因为耶稣都系咁样对我。你改变唔到我哋嘅，我哋喺背后喺度笑你，我哋净系识攞你着数。嗱，我而家话俾你知啊，我唔需要你帮啊，你躝翻去英国啊。芝麻筋。我都有一段时间系唔想要耶稣，但系佢冇放弃我。佢喺我仲好珍贵嘅时候为我死，佢喺十字架上面冇留我，反而同我讲佢好爱我。冇可能，冇人会咁嘅。但系耶稣就系咁样爱你同我。我哋呢度啲人做咗咁多衰嘢，边有人喜欢我哋噶？耶稣会啊，佢会好中意你添。佢唔中意你之前所做嘅嘢，佢只系单单中意你呢一个人。佢真系会咁？不如我而家同你一齐祈祷，等你可以自己见到佢，听下佢有啲咩同你讲。黎明前最黑暗，光明将要降临，在这城寨你将望见我所持的福音。黎明前最黑暗，光明将要降临，无尽的伤感，你此刻的牺牲，令这山不管之城见欢欣，让这小城变花园，现生生。就是这样信了耶稣的，嗱，你们呢都听埋我见证了，所以说跟着耶稣玩食，成世都不用乞食啊，你说是不是啊？
系咪啊？系啊系啊系啊！啊，你班友仔啊，真系要骑下刀先得噶啦！唉，我讲完啦，潘小姐。哦，好，好，到我哋听完佢嘅见证啊！不过都希望你哋记得一样嘢啦，我哋唔系真系要相信耶稣，我哋要跟住耶稣啊！咁信耶稣同跟耶稣有咩分别啊？咁梗系有分别噶啦，吓、啊！好似我出嚟行咁样，唔系信大佬啊，系跟大佬啊！大佬以后要你去边，你咪去边；大佬要你做乜，你咪做乜咯，明唔明啊？明啦，明啦，啊，真不知所谓啊！喂，企喺度，啊，我都未讲完，你两个去边啊？买松林仔食啊！潘小姐，咁而家真系去买餸啊？好啦好啦好啦，去买餸啦吓。走先啦，走先啦，潘小姐买餸啦。哎呀，你听日再见啦。哎，潘小姐，我走啦。哦，好。喂，阿平啊。系。你今晚翻屋企小心啲啊！你头先喺度讲耶稣啦，魔鬼一定唔中意。你快啲翻去啦，唔好周围走啊！今晚。哎，得噶啦，得噶啦。魔鬼啊，废话嘅，我喺城寨住咗咁耐啊，周围行下有乜好惊啊？魔鬼啊，真系黐线嘅。嗰一晚有五个人喺条街度等紧阿炳，见到佢之后就对佢拳打脚踢。但阿炳不单止冇还手，佢只系不断咁样祈祷。最后佢爸爸走出嚟救佢添，然之后佢就去揾翻佢班兄弟。大佬，你点啊？出嚟行咁耐，最伤呢一铺啊！系咪潮州帮啲人做噶？废话，梗系潮州帮啲人做噶啦！顶你个肺！潮州帮啲人五个打我第一个，咁我哋而家点先？唔使讲啊，吹鸡啊，搵翻人怼冧佢！
但系潮州帮背后都由大哥罩住噶、哦。咁啊点啊？唔通人踩到上门都唔理啊？又仲使出嚟行嘅？但系如果我哋喐亲大哥啲人，我哋分分钟连命都冇噶。你收爹啦，冇大冇细，想唔想喐你啊？喂，唔好喺度打架啊！我咪打佢啊，喐佢啊嘛。啊！你班友仔啊，全部同我收爹，坐低先。嗱、啊，我话俾你哋知啊，我信咗耶稣啦，唔会再报仇。大佬，你唔系啊嘛？我话系啊系。咁我哋而家做啲咩好啊？祈祷啊！唔系啊嘛？祈祷有屁用啊！你冇亂咁講啊，祈禱好有用㗎，就係佢五個打我嗰陣時啊，全靠我猛咁祈禱咋，冇幾耐我老豆走咗出嚟大嗌，跟住佢咪散水囉。大佬，咁而家真係要祈禱啊？啊，我頂你個肺啊，你試下唔祈啊。哇，信耶穌都講頂你個肺。你再咁多啫，我第一个喐你先。信耶稣唔会打人嘅，我打完你先悔改啊！唔好讲咁多，全部耷低头，耷低头祈祷啊！诶、大佬啊，咁只手点啊？只手咁样啊？大佬话咁样啊？耶稣，对唔住，我头先讲咗顶你个肺。我谂要一个黑社会分子信耶稣，真系好难嘅。如果要佢哋生命改变嘅话咧，可以话难上加难。不过 Jackie 始终相信一样嘢。就是他自己根本没能力去改变这些人，要改变就留给耶稣去改变他们。虽然 Jackie 的看法是这样，但其他人的看法呢就未必是一样了。就好像有一天有一个社工来找 Jackie、哦、潘小姐，多谢你接受我的访问。哦，不用客气的、啊、我想问一下呢，在城寨这个青年中心那里有什么活动搞的？其实我哋慢慢都开放嘅，唔会又话一定有话咩活动咁样嘅。咁平均嚟讲咧，每晚大约会有几人噶？都冇话平唔平均嘅，系有时得我一个喺度啊。不过好似琴日咁，有50个人嚟嘅。咁我睇你呢度嘅设施咧。是没什么设施的、不过我也有、乒乓球台、有空乐旗还有钉飞镖、啊、现在没了飞镖了飞镖为什么你这样的等等 Hello 潘小姐想请问可不可以借几支康乐旗运给我们啊？他们挺有礼貌的、啊、那你们要来做什么？没有啊，我们打算劈友而已。那我不可以借给你嘛。不该晒，他们真的很有礼貌啊。我想问一下呢，你会搞些什么活动去吸引他们来的？哦，现在我们就搞一个足球教练版。看看威风的他，双腿好似磨打，老波踢波顶呱呱。呢个就系 Peter， 我哋嘅足球教练。啊，你好，我系阿 May， 我系社工嚟嘅。唔好意思，我系手污糟。啊，唔紧要啦，唔紧要啦。喂 ，Peter， 不如你讲下而家我哋嘅足球训练班最新嘅情况系点啊？好啊，就等我嚟讲下我哋足球训练班最新嘅情况。我哋足球训练班最新嘅情况就系、是、我会退出。啊？点解？点解？第一堂嘅时候有20人嚟，第二堂嘅时候得翻10个人，最后一堂仲一个人都冇添，你教我点教啊？都几难。嗨，潘小姐你好。阿 Sir， 乜你都喺度啊？正唔正啊？嘿，
你两个琴日唔嚟上堂，做咩唔通知我啊？冇啊，琴日佢落家底瞓觉啊。咁就唔使通知我噶啦。黐孖筋啊！我真系火都嚟埋啊！你睇到噶啦，唔系我唔想教啊，系佢哋根本唔想俾我教。Peter， 我相信如果我哋只要系坚持，佢哋最终都会翻嚟。温小姐，你自己坚持啦。嬲得好，踢得鬼马，呵清巴只有他。温小姐，你觉得点啊？其实喺度大部分做义工嘅人都好少可以留喺度超过一个月，但我相信喺度住嘅人唔系真系需要嗰啲搞活动嘅义工。而是真的需要一些人真心地关心他们。那他们信了耶稣之后生命有没有改变的？当然有了，好像上个星期那样、有一班年轻人在街上被人打的，但是他们有事的时候他们不是去找他们的大佬，就是找耶稣。我真的看到这件事我觉得很开心。那其他人又有怎么看呢？其他人潘小姐哦、oh, ，等等，哎，牧师你好。你好。你好，我是阿 May， 我是社工嚟嘅。你好。不如牧师你讲下啦，你哋嘅最新情况系点啊？好啊，我哋嘅最新情况系，我哋希望我哋唔好翻嚟咯。吓？点解？潘小姐，我知道咁样同你讲，你会唔高兴。如果佢哋系真心咁相信耶稣嘅，佢哋一定有好多改变。我知道是需要时间，但是最得闲到他们的衣着都有所改变啦。那你需要什么改变啊？最好他们会穿恤衫、打呔和穿皮鞋咯。我都认为是这样，我都想说。不过他们真的没钱这样做。我明白，但是我想他们未必是没钱，只是不知道钱用了去哪里。我都认为是这样，我都想说。我明白了，不过他们都有一些改变嘛。我看到，但是他们信了耶稣都还跟人打架，我觉得这样做不是那么好、啊、我都认为是这样，我都这样。不是，他们不是跟人家打架，他们被人打的。那天他们想着翻大会，谁知道一出门口就被人毒。哦，求主怜悯。虽然他们是被人打而已，但是他们都有还手的嘛。我都认为是这样，我都这样。不过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怕他们会影响到其他会众。我都怕那些小孩会学坏，有这些这样的人在这里很难带新朋友回来的。即是怎样？我们希望他们暂时不要回来这里，等他们生命得到真正的改变之后那就回来了。到时我们会再欢迎他们，就好像这样。牧师，你都认为这样最好吗？你不需要理我怎么看，最紧他们三个怎么看啫。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执事会咯。我欢迎你，真欢迎你，在这里诚心欢迎。哈利路亚，我欢迎你，真欢迎你，在这里诚心欢迎。就是咁 ，Jackie 明白到人人嘅睇法真系可以好唔同嘅。好难用对同埋错去分别。不过经过今次呢件事之后，佢知道如果强行要承载里面信主嘅人好快咁样融入一般嘅教会生活呢，根本係唔可行嘅。於是佢就喺承载里面同佢哋聚会，帮佢哋喺耶稣里面成长。而且咁样做仲可以接触到更加多唔同嘅人。就好似 Jackie 嘅其中一个朋友，佢个名叫做安琪。每一天
我由细到大都唔觉得自己把声好听，可能因为我唔同人讲嘢啦，亦都冇人会听我讲嘢。喺嗰时，天未光仲未瞓醒，阿爸妈已出咗开工搵钱，屋企最忙嗰个咪我咯，冇读书又搵唔到钱，咪日日坐喺度咯。后嚟到咗14岁嗰阵，我就开始变得好有用，因为我识咗强哥。我仲记得嗰年初一，阿妈好开心咁带咗强哥翻嚟，佢话以后你就要跟呢个男人啦，一世唔使忧，得闲翻嚟饮汤食饭。不过我都冇翻过去，强哥真系不稳到份工，不过夜晚开工，晚晚我要同啲唔同嘅男人瞓埋同一张床，我真系好有用。强哥仲喺啲姊妹面前赞我添，佢话阿芬，我用100蚊利是接佢翻嚟，而家赚钱多过你哋每一个。听佢咁讲，我都觉得自己好威。就喺嗰晚，我冲凉嘅时候，无论我几大力去捽去洗，我都觉得自己好唔干净，好污糟。冇几耐，安琪识咗另一个男仔，佢叫阿辉。起初阿辉对安琪好好噶，而
而且仲帮佢离开咗强哥。安琪原本谂住，终于可以揾到一个真心爱自己嘅人啦。但系三个月之后咧，阿辉就强迫安琪帮佢接客。安琪唔想再过以前嗰种生活，佢希望 Jackie 可以帮到佢。于是 Jackie 就经历咗佢人生中嘅第一次同人讲数。阿辉系咪要追到噶？系啊，大今次要帮我啊！放心啊，我哋咁搭马，起队。嗱，而家你唔使射啊！你估个八婆跟咗边个走啊？我哋话九成九又跟咗另外一帮人，所以一阵间讲唔掂数，你识做啦。黐孖筋嘅你哋，冇嘅攞出嚟，攞咩出嚟啊？收埋佢。嗱，睇下对方咩料，喺出边等我，走。去边啊？大，跟我嚟。哦，八大。阿伯，你今年贵庚啊？我都六十八大。你啊？乜事啊，大？乜岁有个？呢个系后辈子。Hello， 哥哥。你两个加埋成八五岁，但系我孙点劈友啊？阿大，睇我几大只。你个对面食碗鱼蛋粉等我啦。阿大，等我帮下你啦。你入多碟油菜，我找数。是不是啊？是。我还要啤酒喎、啊。得。蓝妹。亦都得。我哋想啤酒快啲。好嘢，有得饮啤酒。阿大，咁我哋而家系咪入去啊？跟我嚟啦。好。喂，头先讲咩啊？佢话有道门啊，可能系暗号，小心啲。请问你哋边位系阿辉？我就阿辉大佬，咩料啊？我叫潘小姐。我问你边度噶？讲啦，八婆。我问边个派你嚟呢度噶？耶和华。喂，我。喂，耶和华咩嚟噶？大可能系新字头，定啲定啲，我喺度。靓妹，今日就唔系我同你之间嘅事，阿辉同条女嘅事。辉坐。系啊，大。有咩同条女讲啊？琪琪，你跟我快啦！我应承你，我唔会似前咁对你噶。你听话，跟我快啦，最多我唔使你再出去接客啦。好冇？哦，佢系唔会同你走，关你差事啊，八婆！你问下佢，我平时对佢好唔好？潘小姐，你对佢好，你仲要佢帮你接客？你对佢好，你仲成日打佢？你都系要佢帮你搵钱啫。总之啊，你唔使只行出呢个门口半步啊！你试下走啊，你睇会点？我求你帮我哋，我求你俾我哋。佢又嚟了，打咁点啊？真唔知点做。等啲，唔使事，我喺度，我喺度。八婆，你究竟想点啊？我想买餸煮饭。喂，阿大，你又话会开拖嘅？你真系正一死蠢嚟啊！佢哋可能好搭马噶嘛？如果唔系，佢哋点会得两份嚟啊？出面可能全部都是他们的人啊。那这件事使不使告诉大哥听啊？不介意啦。还有啊，刚才讲的时候你没望过他对眼啊？没啊。我也没啊，我直情敢望啊。哇，他对眼好像有火的法力一样。我想背后一定有些东西。有些东西？没错，这条鬼妹拜的可能劲过你的关二哥。那他到底拜什么啊？怎么差之啊？总之
你出去同啲兄弟，我刮下边个叫华仔。华仔，耶和华。经过同黑社会讲述嗰件事之后 ，Jackie 越嚟越相信，只要你听到圣灵嘅声音，就算佢叫你做嗰件事几咁困难都好啦，最终都可以做到嘅。不过你或者会谂 ，Jackie 留喺城寨咁耐，到底有冇试过经历一啲最难过嘅日子呢？这个绝对系有嘅。而其中一次是在他来了城寨四年之后发生，捣乱的人还是 Jackie 所认识的。添那一晚 Jackie 半夜收到一个电话，要去即刻回去青年中心那里。当他去到的时候，他发现整间中心都被人捣乱，里面的东西全部都烂晒，而且仲有人将坑渠里面的屎水淋到四围都是。向嗰一刹那 ，Jackie 真的很想放弃。
信啦，我受够啦。如果佢哋中意我，我永远留喺度都甘心。但系而家佢哋唔中意我，亦都唔中意你，我仲留喺度做咩啊？I bring if they don't even want to see what more can I do if they don't even want you and you've seen how I try想走，咁佢哋会点？佢哋会好快自错，佢哋会挂住呢个青年中心，佢哋最后会知咁样做，只系害咗佢哋自己。咁你忍心睇住佢哋自己害死佢哋自己啦？唔关我事啊 ，Jackie。你曾经想住个梦想是怎样的？我的梦想是不是将光明带入去黑暗里面呢？但是他们不要的嘛。有哪个人一出发就想要呢？如果连你都在城寨里面出世，今天的你又会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Jackie， 你要记住，天父将他的梦想给了你，但是这个梦想永远不是属于你，因为连你都是属于天父的。 Jackie， 留心听着，天父遇过很多人将光明带入黑暗里面，但是最后有些人离开了，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看不到想见到的结果，所以你只可以望住一样东西，就是望住耶稣。如果你只眼望其他嘢，你就会想离开。所以你只可以望住一样嘢，就系望住耶稣，望住耶稣。耶稣，所以我的心好不愿意啊！我靠你帮我，我选择听你讲。Dry and thirsty, Lord, but I'm running to your streams of living water.
tired and weary, Lord. But in you I find a rest as I hear your voice sing. Ready to be poured out again, I will go on, even in the deepest valley.因为我睇你啊，多谢你。不过边个派你嚟？边个？系耶和华。我求你啊，唔好话我啦。我唔系嚟玩噶，你嗰句
是耶和华派我嚟，真系让到成个城寨皆知巷闻啊！但系边个派你嚟？边个？是大哥。大哥？城寨面最大个龙头啊！大哥，我记得佢。我曾经试过叫人哋补孝信俾佢，不过佢冇任何回复。我知道，你搵人同佢讲耶稣爱你啊嘛。跟住佢有咩反应啊？即刻信耶稣咯，你唔知咩？我求你啦，唔好玩我啦。我唔系嚟玩噶，大哥话如果边个再咁搞 Jackie 你个场，我哋就怼冧佢啊！你讲咩话？让我听清楚。大哥话：如果边个想搞 Jackie 你个场，我哋就怼冧佢啊！你可唔可以帮我同佢大哥讲一声？我好多谢佢个好意啊，但系我唔可以接受佢嘅保护，因为耶稣会保护我啊嘛！你都黐孖筋，耶稣喺边啊？佢住喺我心入面啊嘛！哇，咁犀利啊！喺你口度爬出嚟啊！你是不是真的想见到他？啊！我就想看他怎么保护你。OK， 眯埋眼先。眯埋眯。好啦，唔使。耶稣，我求你祝福啲。喂！喂！做咩啊？发生咩啊？喂！做咩啊？企喺度，企喺度，我企喺度。我企紧喺度。我警告你啊！以后唔好再同我嚟呢味嘢啊！啲咩嘢啊？祈祷啊，顶你！唉，咁你可唔可以话俾我知你叫咩名？我叫做阿信。Jackie 从来都冇谂过。大哥竟然会派阿信去保护自己嘅，有一段好长嘅时间咧，阿信佢每一日都会企喺青年中心嘅门口，但系佢从来都唔肯入去青年中心半步嘅。有一日，青年中心一个人都冇，只系得 Jackie 一个喺度。阿神，今日你会唔会入嚟坐下？惊你啊！你食咗饭未？好多未。嗱，潘小姐，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下你。问啦。我帮朋友问嘅啫。我有个朋友想戒毒，你估耶稣帮唔帮到佢啊？嗱，要戒毒其实一啲都唔难，只要你困住你自己一个星期就得。且我试过啦。最能够唔系呢样噶嘛，最能够系个心人。而家正系耶稣先至可以帮到你。耶稣真系得。唔单止可以帮你朋友，亦都可以帮你。只要你肯相信耶稣，佢一定会帮你。不如我而家同你一起祈祷。你又嚟讲咩嘢？当 Jackie 同阿信一起祈祷嘅时候。起初 Jackie 咩都冇讲，佢只系陪阿信，一粒声都冇出。就喺呢个安静嘅时间，阿信佢个心开始越跳越快，而且喺佢脑海入面，佢见到佢自己同一大班人一齐追龙。
阿信，阿信，你是边个啊？我是永远爱你的耶稣，我愿意拯救你，我愿意释放你。真系嘅？如果你想的话，你就将你所有的痛苦都交给我。我想啊，我好辛苦啊，咁多年嚟，无论我用咩方法，我都冇办法搣甩铺人。阿信，你向我呼求啦，我系永远爱你嘅耶稣。耶稣，耶稣真系救咗阿信。当阿信祈祷的时候，他开始讲一种新的方言。他用这种言语跟耶稣谈了半个钟头，才立即戒了毒。这个是神迹。自从阿信跟了耶稣之后，他就很想离开他的大哥。经过了一段时间祈祷之后，大哥竟然约 Jackie 去喝咖啡。为什么不喝啊？这咖啡好不好喝啊？喂，好好喝的。不过我相信你约我出来不是只是约我来喝咖啡的嘛。我相信你跟我一样都好照顾那班兄弟。我同你是不同的。我知道你同我都是有能力的人，我的能力是来自我这里的，你的能力来自那里的，你的能力我是没有的。多谢你的欣赏啊，但是你到底是想说什么？我不想我班兄弟吃白粉，他们一吃了就戒不掉。其实我留意了你很久，我都知道你在做什么，我想你帮他们戒毒。其实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是各位听下，你想耶稣帮你的兄弟戒毒，等他们以后可以继续帮你打天下，
因为佢哋一食白粉又唔可以帮你做嘢噶嘛。我相信你系好照顾你啲兄弟，但系我同你条路系好唔同。如果你俾咗啲兄弟我，我会带佢哋跟耶稣，咁然后佢哋唔可以再跟翻你嘅。早知你咁讲噶，咁你谂住点啊？如果佢系真心跟耶稣嘅，我俾佢哋走。你讲真嘅？系咪早知我咁讲啊？梗系唔系啦！你呢个人都几特别噶喎。唔系我特别，系耶稣真系好特别嘅。咁老实讲，你哋嘅耶稣系永远都咁犀利噶？咁啊，阿纯靠住耶稣都可以解读噶嘛？咁啦，我将啲冇用嘅人俾你，有用嗰啲留俾我自己。有冇问题？冇问题。因为耶稣都是为那些无用的人而来，就咁决定啊！你自好自为之啊！喂，等等，我仲有一个问题想问你。既然你都不太相信耶稣真的可以帮到人，为什么你还要来找我？我都唔知噶，只系觉得佢哋唔跟我，转去跟耶稣都算系件好事啊。咁我知你点解你会嚟揾我？点解？因为我又为你祈祷。你即系话你嘅祈祷令我嚟揾你？系耶稣令你嚟揾我。咁好啊！如果阿信喺五年之内冇再追量嘅，我都信耶稣。好啊，一言为定。再见，五年后嘅弟兄。在这城寨，你将望见我。
尽的伤感，你此刻的牺牲，令这三不管只成件欢欣，让这小城变花园，现心伤。谢你啊，耶稣。小小小小城，
尊者城寨，全无日光可光照，每行每街光明街，没有光明，就像城内的光景漆黑。这城寨似一个黑暗迷宫，流民和妓女一生仿似场梦。大正街满是烟荡，醉楼这迷惘失丧，满路穷途，谁可告诉心声难？三不管之神。